黄登辉时常会在社群上和大家分享生活大小事，其中他和岳母、齐妈有趣的互动都能吸引到网友们的眼球。今日适逢母亲节，黄登辉在社群上晒出送给齐妈康乃馨的影片，只见齐妈看到花并没有很大的反应，直到女婿亮出钱的部分，倒是笑得很灿烂呐、啊。的网友们纷纷被笑翻，表示齐妈真的活宝，太真实的可爱了，总是爱整一下齐妈你才快乐，只能说这对岳母女婿真的是太可爱了啦。